我问好了，说班委员好，我起来了，我多香。县长不要这样子。这个人长是刚看了你们，你翻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报告哈，是业务报告。那刚刚在薛委员在询啊要求这个所谓升帐这个部分上哈，我是希望这个主席长哈。人事长应该呢全面的清查各公务机关，应该以公务机关哈为要。你公务机关自己都不遵守了，你刚刚讲的有十七个相关机关都还没有配合嘛？七个，我听成十七个哈。我刚才大概有口误，大概讲了是啊，七个，七个，你看公务机关都可以不愿配合了，那你说要怎么去要求民间企业呢？所以哈，没关系啦，人事长，那不是我的重点哈。是，我就希望说这个要持续，而且要赶快。一定好，这个是最起码是对于这些身障者哈、哦，他所必须的保障的，是他一个权利的。那我们主管人事单位在整个按照国家规范比例里面，应该彻底要求各相关机关哈、哦、这个部分，而且也应该广设这些让他们有这个特考的这个机会，也进入到我们公务体系呢，来做一个服务呢。我认为这也是个必要的东西哈、哦。谢谢委员指正，一定照做。好，那个主机长，人事长哈、哦。是。你有没有三更半夜接到委员的电话？在我任职以后没有过。任职以后没有过？没有过，印象。印象没有嘛？哈，大家不会也不会那么无聊，三更半夜打给你嘛？我的朋友会。你的朋友会，那是你的私事了哈。是。那公务的部分上，那如果江院长呢，前天哦宣布了，要你们各部会所长。啊，都要24小时开机。如果呢找不到部会所长呢，他昭告也告诉所有的委员，说如果找不到部会所长，要打电话给他。那你电话是自己带吗？我电话24小时开的。啊，是自己带吗？当然自己带。自己带。对。啊，没有交给随护或是交给这个助理。报委员，我没有随护，我随护只有一个原则，要原住民籍的我才优先禁用啊。哦，那这个我们要肯定的哈。那我要主席长，那到现在没有认为说24小时开机，对于你们这些部会所长，是必要吗？报告委员，这个政务官无限责任，他有很多很多临时来的工作哈。我个人认为需要这样的，需要这样是。好，那我当然啦、啊。依你的讲法，我刚刚看你在备询哦，你是马上会升官的了哈、哦。啊，而24小时，我认为哈、哦，这个过度矫情了。那个报委员，那个那你告诉我，你知道廖正景他是招委，他的行动电话你知道吗？我里面有输入。你有输入？有输入、啊。那你知道？那你知道李桂敏的行动电话吗？也输入。那你知道我的电话吗？好像不知道。那你所以说嘛，你就是分颜色嘛。不，那个但是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国民党的你知道我不知道？柯总招的我有哦、啊。你知道薛林的电话吗？因为他不是这个委员会的。啊，那好，这个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啊。所以我那你知道吴怡珍的电话吗？吴怡珍委员我查得到。你看你又查得到，你就没有嘛？柯总招有啊，我已经输进去了。那毕竟呢不是柯总招一个啊。对，啊、我。那以后你就找他就好了。不行啊，我也会找你啊。所以开玩笑嘛，所以那个就是根本是不用太矫情的、啊。立刻输入，不知道就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啦。是，那你也不用了解我的行动电话，我不会三更半夜那么无聊去找你的。我一定输入、这个上班时间找你们是很正常的。是，那政党轮替这五年来，我也从来除了廖廖宇部长以外，主动会打电话啊，我们找他主动打电话回复。我这五年来没有接过任何一个部长的电话。所以基本上这就糊弄欺骗人民了、啊，太矫情了，一点意义也没有嘛。报委员除了那个电话之外，拜会啊，我到你那边拜会的。拜会是必要的啊，拜会你当然你跟我们彼此不认识，你到各委员会去拜会是必要的啊，到党团拜会也必要的啊。是，但是我讲接电话，你不要玩弄文字游戏，把它搞到拜会去的。我说接电话，那所以说的话，我认为这个院长根本不用去宣示这个啦。政务官把工作做好，有担当，这就对了啦。其他不用去做那个了，好不好？那认为，我刚也看了你的报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你说推广退休公教人员参与志愿服务，这个非常好。是，公教人员呢退休之后，往往呢我自己开玩笑不是批判他们，就是说退休没有做退休生涯规划的话，会像米虫一样，而且呢没有目标方向，那退休生涯没有规划。对他们是很残忍的，很痛苦的。是。那所以说，如何在他们
退休之后善用他们在任职期间的一个专长，来做社区啦，来做整个这个啊村里街道，甚亦或是在提供他专业常识知识给这个我们的乡亲呢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。谢谢。所以越这个局长，这个我务必要称赞你一下。但是你准备怎么做？你告诉我。我们不要沦为口号。我不会沦为口号。跟那个委员报告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先做调查。那个，因为我现在发现哈，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志愿工作者，我们常常有一个最大的落差，就是我们希望他去做什么，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，所以我们先做意向调查。那意向调查志工啊，我是有一点了解，我研究日本的志工，他们的离职率是所有国家使用志工里面的，他的离职率或是流动率最低的。没有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们告诉我，除了这个部分之外，选择跟媒合，还有给他适当的训练。这个部分哈、啊，请潘委员这个看我们这边的这个陆续的推出来做法，那也请给我们多给我们指导。这是你今年新推动的业务吧？开始要做，开始要做，是这个我们鼓励支持了。那我希望说你在推动当中里面能够真正去落实哈、哦。是，事实上很困难啊，退休的一点约束力也没有，只能道德劝说啦，只能去救他个人的意志，你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啦。这个我们很清楚。不过比较善用这些退休的公教人员的心力、智力，或是他过去的经验呢，或是他的智慧。来帮忙他所处的身遭的环境呢，哪怕是专业或是非专业，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。这个基本上我们是相当支持的。谢谢委员。那么好，那个主席长人事长，您主管整个人事了哈、哦。那固然有一部分的业务也不在你，就好像刚刚薛委员在问你，劳委会的资料跟你的资料的数字都没有办法吻合，那一样哦。那我要问哦，在劳委会哦，行政院也公布了一个劳动派遣的注意事项。那现在我看整个中央部会呢，整个中央的行政院是整个最国家最大的派遣公司啊，各部会里面哇全部都是派遣的。我从吴敦义院长开始跟他要求他清查，你当初还是人事行政局的时候开始清查，结果他们给你的资料呢跟实际的资料是不一样的。是人事长你知道吗？是是啊，是你怎么办？对，我刚才那个回答委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几个作为。第一个，先进行调查。那就另外一个，就直接跟那个相关那个部会讲，你如果认为这32个不是你不是派遣能力，而其他的1000多个，你要诚实面对，而且抱怨核定。那个人事长，你现在知道整个中央目前所属的啊？他是占着您刚才所说的是最大的派遣单位。我知道，就是说整个大概多少派遣工你知道吗？10715。好，那10715是你们统计资料啊？是。各单位回给你们统计资料嘛？是。那我要提醒你，人事长，你们给我们的资料，他们给你们的统计资料，你们公布在网上的劳委会呢，派遣只有32。32，对。好，32。是。那我告诉你，监察院的调查报告。1000多个。是1829个，是。那到底要听监察院的还是听人事制度？报员应该是以人事总处为准。啊，那监察院可以废掉，那请王建轩不要那么多，不要那么管那么多吧？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？劳委会把资料用契约的方式跟监察院说1829个。监察院是可以弹劾纠举他们的呢。是。他们给监察院的资料，他敢作假吗？他们对你们是平行单位，他根本不理你，随便一个公文就跟你回去了，你还以你的为主，这是笑话。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，当然这错不在你们，劳委会他故意，包括很多单位他都故意便宜行事，反正你公文来我就公文去，你对我们也没什么约束力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强制上说可以说上级来处罚，那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，也没有什么惩罚能力，那我只能说跟你行文来行文去而已嘛，这种公文旅行嘛。那监察对他是有直接的针对这个跳检派查，为什么监察会去调查？就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，要求监察应该主动调查。为何各部会这边你又巧立名目用了一个所谓的承揽？啊，那承揽事实上是在规避假承揽是真的雇佣啊，你只是规避劳健保，那对这些承揽的人。这些劳工真的是何其不公平啊，所以我们认为是这样，固然劳工的管理不在你的管辖范围内，但是我们要求的是说，您在这个业务上，在你统筹的
这个所谓的派遣人力部会给你的资料，这个应该要详实啦，是，好不好？是，这个你应该再加强一下。另外哈，这个人长，是我这几天接到很多，我包括我在搭高铁时候碰到一个警察，是，他告诉我说他一定要退了，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退？大家很担忧。104年之后，哇！他告诉我，所有他的同仁，不管是公务员、教师啦，104年，大家新制度变更之前，大家抢着退。我相信这是人性，是这一股风潮也会风起云涌。是那接下来，你身为国家的主管人士的最高主管机关，你怎么去因应？是，你怎么去做配套？是。跟委员报告，这是可以预期得到的哦。是，跟委员报告，有分法制方面跟管理方式来处理。法制方面不是我的职责，在这个考试院里面，它有所谓的防退机制。那防退机制就是你提早退的话，扣他的这个退休金4%，逐年扣他。那扣到最后啊，这个当事者就会。不是啦，你那个提早退那个我清楚，你不是要你再提这个啦。是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。我说你在主管人事，你总员额你控管嘛。是。那好，现在比如说104人，我假个比喻了哈，一次退掉10万个人。是。造成整个公务机关荒掉了，你怎么办？我理解。那个。你要去赶快去补足人力，还是又怎么样一个配套？你要赶快提前做这样的防范措施啊。是。那当然不可能是一下是10万，但是有可能这样的风潮造成的话，会行政瘫痪哦。那个委员指示的很正确啊。事实上，人事行政处在中规处里面，我已经指示他们要做长期的人力规划，这里面包括自然死亡率、退休率、自亡退休率，再加上你讲的这个不预期的这个因素。对，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不预期的因素还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因为。退休的年龄从计算上是从死亡，这个当然可以概估吧。是，但是这个未来这个不定期，而且是这个特殊原因的话，这个将来制度改变也是应该列为考虑之一的。谢谢委员的，好不好？是。好。那另外，好了，你给我站起来，我给我们请他。后来啦。好了好了。好，那个不那个，你给我那个退休公教的那个你们的那个施行的那个方式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另外那个残障那个口试还是要加强哦，好不好？谢谢委员。好，谢谢哈、哦。不过还是那个，我们委员不会随便找部长的，找部长一定是有急事的，所以一定要赶快回电话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定是的。好，我们请喜天才委员不在，然后我们林正浩委员，林正浩有提书面报告哈。哦，然后吴怡仁委员不在，郑天才委员不在，林德福委员不在，简东明委员不在，刘兆豪委员不在，吴秉睿委员不在，黄伟哲委员不在，杨应雄委员不在，黄昭顺委员不在，江启臣委员不在，林昌明委员不在，然后再过来孔文吉委员不在，杨琼英委员不在，罗淑蕾委员不在，廖国栋委员不在，邱文燕委员不在，杨立煌委员不在，王进士委员。